起。谢谢帅帅哥，大气大气大气。你的微信，怎么大哥都被我懂了嘞？不会的，不会的，我要把你卖给我做大哥，就像我的那个姐妹叫什么可可，跟我款款结婚了吗？哦，就那一个。原来我还当面讲，谢谢帅帅哥的火箭、火魔天鹅，还有记得趴着。我点了外卖，一会儿我们俩在这里吃东西。我明天剪头发。为什么还没有这么远？帅帅不是武汉的吗？帅帅他在上海住，但是他在武汉也有那个，在武汉也有房子，也有车。现在就买票的人在武汉，你搞得跟个相亲一样的。帅哥，三月应该是3月5号之前，我们俩都有空。我还以为是原唱呢，没有，你刚刚哼的这一句。你唱的那个张韶，他的声线特别像张韶涵，真的好听。那就别说了，明天就过来呀、连夜买票是吧？真的是绝对不会。绿精灵，他们为什么叫什么叫绿精灵啊？秦宝是小姐姐吧？不知道哎。有点粉团。他经常在我的朋友圈发那个，在我的那个鱼吧发动态。当你说夜深你睡不着，我想
唱吧。你要躺着唱吗？我躺着唱不了。外卖快到了。也许恐惧让我想的太多，也许该回到被窝，梦里不相遇就毫不犹豫大声地说，当你的眼睛眯着笑，却害怕都说错，好喜欢你，知不知道？什么鬼？我的名讳有
很奇怪。就我的头一低，它就到两边来了，它不会自己往两边去。我给你们看一下我吃的什么，哇塞塞塞塞 Oh my god， 天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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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看着好香喷喷哦，哇哇哇哇哇，看起来真的好香喷喷，看着真美味呀，看着真的美味呀，看着真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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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美味呀，哇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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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太疯狂，哇哦哇哦，香喷喷的感觉，还要洗手吗？他说我，他说我摸脚了，让我去洗手。洗手，我都忘了。哎呀，我都不介意，你们真的是太讲究了。我去洗个手。哎呀，我的肚子上面那块肉减肥是减不下来的，就是小腹上那个肉我都不知道为什么会长出来，我在想有什么，那你还对我说，说我保护他的梦，你趴着吃吗？他的世界啊，要趴，要趴着吃啊，你不是应该把镜头放前面吗？我把镜头放侧一点点，这样子，这样子。我上学的时候就看不到菜了，就放在那个左边的电脑镜头后面。对呀、啊。我以前上学的时候真的都这么吃了，为什么要趴着吃？他们在这里，拉过来，这两个，我的充电拿过来，干嘛？但是我的胳膊是承受不住力量，练一下前进肌，练一下支撑，吃饭都在练习，练一下肘板撑吃饭，这个夹在。你可以收紧你的直播，就是你这边往下去，你不要就是趴青蛙趴，不太适合趴青蛙。
在店里面吃过，这个也可以直接用微波炉直接加热就可以吃了。你别管主角是谁，刷礼物就好了。刷礼物的大哥，你让我爬，我就爬远点。我没有点肉蟹堡，我点的是鸡爪堡。小心太疯狂，别后悔，就算错过，在以后你少不免想起我，还算不错。当我不在，你会不会难过？你够不够我这样做？看你们配菜有啥？说不上爱，别说谎。有一点习惯，换了什么错误了？你要换什么？我就要跪着，我直播都想跪着直播。一锅鸡两个人吃，不然一个人也吃不完啊。吃了一口辣椒，辣死我了。这里面还有牛蛙，还有年糕。嗯，何不行，死大爷，我就喜欢跪着。我小时候就喜欢这样趴在床上吃，这个习惯虽然不好，但是让我找到了我上小学的时候的感觉。我上小
学的时候在学校住校，我小学三年级住校了，然后在学校住校就把被子一捂，我喜欢捂在被子里面睡觉，然后在被子里面打着手电筒看小说，都是这么看的。眼睛没看，就是就我眼睛是近视啊，然后就打着手电筒，然后在被子里面这样捂着被子，整个被子把头盖着，然后开着那个电手电筒这样看书，然后我还带着，我还把晚上的饭饭和菜，然后藏到那个被子里面，然后晚上当宵夜吃。哎，吃脚。你说我有一个神奇的想法，你说我们是人，我们现在就这样趴在这里在吃这个鸡脚，这是鸡的脚，你说会不会有一个就另外一种生物体把我们人类，反正我们人类的脚黑屏了，没电了吧？不是，应该是黑屏，就是吃我们人脚呢。我在想如果说外星人把我们的人类的脚就放在那有脚气呀、啊，啃人脚，先从哪里啃比较好？不会，那我们如果说我们人类就是火鸡，对吧？如果人也就是一只火鸡的话，有点意思。可是外星人不是人。什么东西是吃人的呀？牛蛙。什么外星？什么东西是吃人的？秃鹫。它是尸体啊。但秃鹫它不吃活着的人。我在这里播也是播，回去关在直播间也是播。这样子好，这在干嘛呢？在吃饭啊，我在吃东西啊，这样显得我的腿很粗是不是？好，我等一下回去要坐很久的开一个小时的车。9点半回去，我要11点钟才能到呢。
谢礼物也是跪着谢的，谢谢谢谢大哥的礼物，谢谢。为什么要趴在桌子上吃？我喜欢趴在桌子上面吃。吃年糕。我的超级紫色卡，晚吃，哎呀，有点辣，为什么颜值区只要7000，忽然要15000啊？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，超粉团，我现在是颜值区的超粉团吗？5000分，户外是要15000，我换到颜值区之后我就可以改了吗？我不知道哎。还豆腐，我去看一下他们颜值区，户外解锁要15000，我看一看啊。超级粉丝团解锁粉丝牌，我们现在是在超级联赛里面是吧？预选赛达要达到15000分，我去看一下其他的分区，看颜值分区。对，颜值区只要7000，但是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换到颜值区。那我不是还有音乐区吗？我看一下音乐区的，他们说音乐区人最少。我看一下音乐区，音乐区，我看一下他们。粉丝团音乐区只要6000。
团还是户外去。我要不今天凌晨之后，哦，今天晚上凌晨，今天是周日嘛，今天晚上凌晨，然后我换到颜值区看看，我换到颜值区去，然后我看一下我能不能跳到那个区去看一下。凌晨我也换啥？我说凌晨我换到颜值区看能不能用颜值区的那个，颜值区的分数只要7000，户外的分数要15000。我看下个星期，就我下个星期过，我看能不能过颜值区的那个，我可以试一下看看，可以试一下看看我是不是就能用颜值区的那种方式，但我现在不确定。颜值只要颜值区只要7000的分数，但是不知道价格是不是一样的。小书童，你要不帮我去看一眼吧？颜值区只要7000的分数，真的，颜值区解锁只要7000的分数，但是就不知道它的那个分数价格是不是一样，就看，对，要看循环任务的鱼翅是多少，可以帮我去算一下吗？我现在没有时间去弄，要不小书童你帮我去算一下吧。快吃吧，吃了我弄的要回去了。好、嗯。我不知道，你可以帮我看一下。I told Mickey she could get everything she could fit in her car. 我现在户外干啥？我用手机播的，哦，不是，我用这个，我用这个电脑播的，就直接弄这个吧。好，助攻。然后现在跳一下嘛，跳来颜值区去。鱼野大大，鱼野大大，我饿，鱼野大大，有点饿。一边吃一边练，这是傻逼吧？我已经练完了，我现在是在吃饭，但是没有桌子。所以说只有趴着吃还挺舒服的，有一说一，我上小学的时候都喜欢趴着吃，就趴在床上吃东西。他们以为我在边吃边练。
哦，周一才能看到。好有氛围感，我觉得小时候都挺好玩的。小时候就这么闲，就端着碗就蹲在那里吃。你要看俺有空，或者找点好玩的，玩还不错的朋友，能笑一笑，待一让，稍微让一下，然后就有一个空，然后大家围成一个圈，端着碗吃。我小时候看那个阿凡提，爱把钱埋在沙子里面，钱会生钱。然后我小时候就把钱塞在沙子里面，就再也找不到。重点是我还不信，我又再买一次。我好像也中过钱，我中过硬币，我把硬币放在中了硬币，我把那个硬币种在那个树下面，不是种在沙堆里面，而且还我还挖的特别深，然后把它盖起来，然后就再也找不到了。傻傻子。嗯，还是有点问题。小时候还经常去煮饭，你知道吗？就是炒树叶，不是炒树叶，我是把我的书全拿去烧了，因为我小时候很不喜欢学习，我把书都拿去当柴火烧了，但是纸又很容易吸。嗯，然后拿着家里的那种铁盆，然后自己就在家里面拿点米去外面搞两块砖，然后就搭在上面，然后把自己的书拿去烧饭吃。嗯，好搞笑啊，小时候好傻。然后反正我的书基本上全是被我烧的。哎，小时候我喜欢养小宠物，养什么死什么。嗯，哎呀，不想吃了。会不会有点吃饱了？我因为我长胖，我吃一点点就饱了，我每次都死活往肚子里面塞。
嘿嘿嘿嘿。那我就这样。这样端起来筷子，这样夹起来，然后这样喂给自己吃，这样，哎，直接用脚拿筷子这样吃，用脚吃脚。那以后我要能用脚喂自己喝水，就是很厉害的。真的，瑜伽里面有个动作就是这样的，就是这样，这样抱着腿。你看这样，这样喂你吃。我把你扶住来，你来试试。我受不了。来试试，他没有输我。接着截图。来试试。不要吃了，他们都没有了。做完饭给学生们吃吧。一个半块一个半。你能趴下去吗？就是这样。能趴下去吗？趴不下去。啥吃相？没有了，我们都吃饱了。那你没有盖子，你怎么办？我就今天，没事，就今天。念的感觉来感觉了，来感觉。因为今天你稍微认真一点，你把呼吸带上了。你之前都是呼吸动作就是是吧？就是不是你很着急？你刚开始的时候很着急，就做动作很着急。磕头。你这个上腰，你的腰没有伸直。没有，是这儿痛。但是这个动作很伤腰，就是你的脊柱不在中立位上面，腰容易受伤。哎呀，我准备走了，回去了。这怎么搞嘞？没事，直接放着，我把它放车上，直接关不关吗？不会，没事。还挑个吃吗？再吃一点。挑个。我感觉它这个炖的很烂啊。嗯。累呀，好累哟，兄弟们，我好累哟。明天不来，后天来吗？我来的话，我跟你说，我给你留言，好吧？嗯。我看一下我的安排。就是明天来了我。你明天不来我也五月份，你明天来我就七月份。那明天不来吧，周一。后天可以，后天就一月。我明天去，
我明天去把我的那个指甲抠了，然后去把我的头发，刘海再弄一弄，稍微的整一整。然后想想，明天后天，到时候看吧。我三月份我不确定，我在你那个出发之前来不来，因为我可能三月五号就出门了。嗯，我大概也许三月五号左右就出门了。你不是十一号的活动吗？对，我要去那个，我要去外面去玩一趟，就是去那个活动之前，然后去哪里玩？去那个柳州，去户外去走一走，走一点户外，因为现在夏天不是要到了，就是。每天太阳还可以，我可能三月五号左右出门，今年26号、27号、28号，还有一个星期的时间。所以我练，我要来练的话，我就想就持续好几天，就不要就是说我来一天，然后来一天，然后后面又好几天不来，然后再来一天，就我觉得要来的话，我就你把每一次上课就每一次你就认真对待，就不要划水。痛你就忍一下，就不然你划水，你每天来其实没有用。对，我这五天练的，好像就目前看起来效果好像不是特别明显。这五天时间，前面几天有点划水。然后后面再练的话，就是针对某一个部位去上个两三天的课，就等于五六节，就是针对某一个部位去做，然后一个部位一个部位的来。好，我想这个样子。到时候我想练腿也整一整，可以的，这腿就要腿部的肌肉什么的。其实刚开始训练的时候，最开始训练的时候是要把你很多地方要去松开，然后把基础打好，再去局部针对性的去训练，不然你很多你的身体控制都不好，尤其是你的核心。你没发现你做不管是练背练臀，你的肚子肋骨都往前凸的吗？控制还不够，但是你今天带上呼吸之后会好很多，所以说你今天练了才有感觉。你第一次来不就是带你调了呼吸吗？好，这几天只能说是拉筋松骨，算是吧。然后准备休息，准备下了。现在是9:10，我回家估计10:10、10:30之前开播。拜拜，5、4、3、2、1，10:30之前我再开播，大家千万不要走了，一个小时之后再回到我的直播间哦，因为我回家大概一个小时，么么哒，么么哒。好，我换了户外，然后直接下播。